新北市新生村观众朋友来看，是国际胡伦三苏七控地区自2023年至2024年，年度总监林雨欣和交调各社团联合来推动第二胡伦自主应用计划，应用家己市138名的弱势家庭、儿童和少年，每一名1万2000元的奖助学金，资助金额总共1,776,000元。29号在嘉义市政府举行关键仪式，市长吴炳辉亲自到场致赞感谢状，感谢胡伦社看到弱势家庭的需要，和嘉义市政府做伙温暖送爱心。嘉义市政府首度和国际胡伦三苏七控地区合作，推动2023年至2024年胡伦自主应用计划。助学金发放对象包括社会处、教护中心、学校和弱势家庭148位的学生囡仔。29号举办关键仪式，市长吴炳辉亲自致赞感谢状，感谢胡伦自主应用计划，发挥家己市需要协助的合作。台湾最美的风景还是人。3470咱的Riding 总监，他可以说是带领大家很用心来规划胡伦之子的计划。在嘉义市有186位，那在这里呢，我们真的是满满的感谢，为孩子们，我们说孩子，谢谢你的努力，但是我们有现在有胡伦社，在总监的领导之下，胡伦之子。你应该未来你有更大的力量、更大能量往前走。我们也祝福祝福孩子们，也要感谢所有胡伦社的够一侠友，那我们继续有更美好的力量继续往前走。今年是胡伦社三苏七控地区第一次全面整合胡伦自主应用计划，总共有70个胡伦社共享性质，参与社的比例高达97%，由各社聘的义工或者是企业和个人来捐款。相当难得的是有3个胡伦青年社加入，自我成长，学习回馈社会。3470地区就是云嘉南澎湖，总共有现在有88个社。那现在整个地区里面几乎大概有98%的那个社参与这个活动，就是胡伦之子，然后帮助这些贫困的小孩子。那不只是透过社福中按社会处而已，还有透过家扶中心。那也非常感谢各位社友的帮忙，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市长还有社会局的帮忙，谢谢。为着让受惠的儿童和少年特生运用奖助学金，嘉义市政府社会处特别设计以往理财手册，让孩子可以透过理财工具和家长学习金钱管理。嘉义市政府为着落实着社会安全网，实在以家庭为中心、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理念，依照着性别、年纪、对象，布建多元的社区资源，辅助每一个有需要的个体，透过公私协力合作，将嘉义市打造成为全人共享、世代宜居的幸福城市。最新新闻，就定是王秀山刚一起采访报道。过去洛杉矶是一个安尼转弯90度转弯，那我们在前弯取直，然后成为一个可以说205公尺的新的洛杉矶。这个溪水能够更顺畅以外，接下来我们民众不再受淹水或者每一次台风一来淹水之苦。希望大家走过这里，它还有很好的观景台，你可以慢慢的走，慢慢的散步，看到美丽的我们的河岸。